泰坦就交给我吧，一定要守住游戏机中心。舰长，我们必须赶在他把侯母的形象删除前阻止他。既然在游戏机中心，就让我们用游戏来分出胜负吧。哼，不过先说好，我可是逆商最强的游戏玩家，一会儿输了可不要哭鼻子哦，小姑娘。布朗牙是不会输的。布朗牙，你就是，可恶，别以为我会害怕。